的风暴撼动大地。很赚啊，烟火打闪。卡平 A 了，各位。寒冰之下，藏着冒火。稍微慢一丢丢，我要等一下一个 MC。觉得 W 啊。这个 W 那你就完蛋了呀。但是哥们炮车又没补到。学 E 的话还要骗一下 E， 这 W 那他就躲不了 E， 那他 死透了。说句实话，想 C 还真得玩 AP， 玩 AD 的 C 不了，玩 AP 的吧 ，AP 的能一个打好几个 ，AD 的就不太行。五个道这么难吗？他套完一，他就是一具尸体了，他跑不了。AP 破剑者，我们玩我们自己的。没有一点操作，全是数值，怎么就没有操作啦？满满的操作，只是你没有看出来。OK， 这就是我的操作啊，懂不懂呀？我在那里一直等他放 E 啊，这不是操作吗？啊，我的徒弟行不行啊？亚索还可以、啊。上波不用回去啊，你让他回一波能咋的，对吧？为什么不让别人回家呢？你让他回家又能怎么的，无所谓的呀。
哎，我突然发现我出 AP 没带致命节奏呀！哎呦，出 AP 要带致命节奏。没事，我们硬出 AP， 出都出一半了，临时改也改不了了。跑能跑吗？应该也跑不过他，哥们塔皮要掉，亏的，那也没闪。塔皮没了，750块等不到了呀，卖了吧那就。神是不会死的。你给哥们耍杂技是吧？穷人替人类开口，蛮荒才会给出的味道。还在躲啊，嗯，我又咋了？你们就大胆了，鞋子呢？鞋子要么是水银鞋了，真的没啥用了，感觉大招吧。我的姐妹们是神，执掌着冰与炎，还有永恒的寒冬。他是个骗子，大地需要用鲜血浇灌。
包两级大的。哎呦，我想想看。植入在这儿。算了，不好动手。这波蜘蛛要来上了，马上小龙刷了，我等小龙快刷了我再去。许多人都曾召唤过我，阿瓦罗萨并双守卫凛冬之爪。他们已经不再召唤我了。要是有个先锋好了，我就可以直接把他们破一个了。哎呦，这大招空的！打架那边应该是打不赢。应该得靠我带线了。来得及去把先锋给我拿了吗？我就好带很多了。这个塔先不拆，我要去带下路了。
雨神珠发现者啊，各位。超模又超模了，狗熊真不超模啊！我把小龙控了，这猪怎么还有十帧三叔啊？来，再出个魔抗吧，全他妈魔法伤害。我想想看，大龙刷了怎么办？我去带下队友顶不住啊，正面。我去带下没技能了，这不亚索要去带下。是谁的心在召唤风暴？你别带下，你带下我带哪？希望队友能顶住吧。我以贝尔，滚雷风暴，而我的真名只有自己知道。血鬼回来了。可惜被骗了，被吸血鬼。我觉得我一套把他秒了呢。可惜，三个人回来，两个人随便打的，我这大招没用好。来点魔抗就无敌了，等我帽子做出来。完了，
蜘蛛大厦成书，秀一牙好了，直接先杀吸血鬼，大龙应该是掉了，这蜘蛛大龙太快了，感觉操作一下，感觉不是很操作得了。 都是一串秒，半条路带吧。之前小龙还没控到嘛，我记得我控了一条龙的，龙被抢了吗？哦，对，对面来人了，没控下来。 拖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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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呢？全回来了，我挖你的钩子，拖住他们。Fuck！ 行吧，队友也在尽力拖了。狗熊是能强拆防御塔的，你知道吧？ 只要兵线一到，我大招炸进去，这两个塔瞬间就没了。就一定要得有兵线，没有兵线就不行。时间不多了，对面三条小龙了，龙魂出来了，我也不是对手啊。这波是把他们下路给切了，不好切的。 这把能赢难度系数还是比较高的，我没有小兵，我是拆不了，就硬炸防御塔炸不掉，得把塔炸掉才能推水晶啊，炸不掉塔就没有用。神是不会死的，有兵线我就能硬拆。 这也能一到我们蜘蛛，脚都有点刁钻，现在。哥们二杠七就别蹲蹲十四16杠4了，你能打得过他？等大龙吧，还是一样。他们打的多，打团完全打不过呀。 对面这全是腿子。
18个头。 拖不住啊！拿个巫术合计吧。 去了，就看这一波了。再往后拖我也没办法。狗熊是这样，还好我出的 AP， 我要出冰犬，这把完蛋了，连对面的高地塔都见不到啊！曾经历史上尖牙的利爪，他们肯定防偷家的，他们不去打大了，来抓我了。蜘蛛现在抓的很快，他们要来抓我，各位。 刚刚你看，蜘蛛在这儿，速去，拖住他们！ Fuck， 不是让你过来啊！ 抢到龙了，亚索不用踢过来的，你拿命给我拖一下就行。我直接霸王硬上弓，直接强行把队友带赢了。